贝朵娜极光 CC 霜邀您共赏花甲少年去旅行。开会都是好像要很正式或什么，但是因为花甲少年去旅行就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节目，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实境秀。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工作完以后呢，我就会想要小酌一杯，然后思考一下今天工作的内容到底是好不好，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说了这么多好听话，就是想喝一杯而已啦。超级开心可以来第二次花甲少年，但是呢，虽然上次非常的好玩，可是行程一天排的太多，我发现我的体力实在不堪负荷，所以我这次呢行前特别安排了教练课，好好锻炼我的体力。我就只有两个字可以讲，就是紧张。其实不只要去玩紧张，我连现在要跟你对话我都蛮紧张，因为其实看起来我好像演很多戏，好像应该很会聊，很会做安排或什么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少这样子的经验。就连每次要出去玩，我都是那个不做功课的人。我自己其实对于出去旅游，大家一起去体验很多新事物的这种实境秀，我自己是很喜欢、很有热情的。因为只要是工作有比较长的空档的时候，我自己是时常会安排这种行程的。既然跟长辈，应该他们平常可能运动量不多，希望跟着我呢，给他们一点健康的行程。先让我喝一杯再说吧。这次也是排了蛮稍微有一点刺激，然后我也一直很想要体验的活动。这个行程真的是要平常我在户外活动或是热爱极限运动的人才会做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一开始会恨我，但后面会谢谢我。我可以在旁边看就好了，这样对。所以我也安排了一些比较大自然户外的活动。我觉得去台东这种地方就是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大自然，因为台东的环境很好，很美。吃喝玩乐，然后先让大家开心一下，就不要只有吃，不要只有喝，不要只有玩，对，最后应该是也还可以再小酌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的实境节目，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照顾这样子。这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实境秀，我希望大家以和为贵。这是我第二次录花甲，所以对你们来说我算是一个小小的前辈。我跟你们说，这趟旅程也会很耗体力，只要准备好你们的心情，然后准备好你们的体力。 See you soon。 等一下，你认识，我认识，你认识方英姐。两个字。什么？四个字。四个字。火箭炮，怎么了啦？一起摩登。我说起来怎么快快？哎呦！等一下，不行，这个落差也太大了。你觉得杰会安排？天鹅船。我是老人操嘛。我要教我。老人操，你教我。你这个有点。拜托！我跟你讲，你终于激怒他了，快点继续。暂停！舒服啊！台湾组里面还有一个叫单口杯，就单口相声那个单。单口是怎么样？单口应该就是。不是双口。面条烫了头发变成泡面，你就以为不认识你了？抱歉。他是讲笑话哎。其实很好笑，但也有一点年代感。嗨，到。船长。哈哈哈哈哈哈！自己啊。你来，用力。一二。
觉得吃是一件很幸福开心的事。有，我可以感觉到你在吃的时候的愉悦。我没有吃过你做的。哎呦，大家应该都没吃过。啊！我快不行了，忍不住了。是我先到吗？我第一个到的，我是第一个到的吗？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位置吗？对啊，我最准时，坐哪里都可以。好紧张，好期待。我希望是花甲先到，因为觉得我应该会比较认识年轻人，我很怕我都不认得。这边对不对？哦 ，OK， 这边有写异国料理。怎么还没有人来？你好 ，Hello， 是你吗？我是小乐。你好，你好。姐姐你好，你好。我不认识，但是呢，很开心见到你。谢谢。因为我一直蛮紧张的。你来过吗？有来过一次，上次是跟。采花姐，还有杰哥、高杰大哥，哎，我都合作过，真的，对，好，希望今天等一下试训一下，请他先帮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只有我们两个到位，对，我等很久，好难来，哦，真的，对，不是应该是我们要先到吗？怎么会让长辈先到呢？没关系，我也不像长辈。哦，对，这倒是，我刚以为你是我就是同伴同辈的少年，我少年。让我深呼吸一下，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我？哦，在那里。哎，那你来过就麻烦你了，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哦，好。对对对，不会。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一起生活个几天，欢迎姐，你户外活动都不行。都不。对。可是我安排了蛮多，但我会配合。哎，什么啦？哎呀，不是小了。你认识？两个字。什么？四个字。四个字。嗯。我下跪。你是说我名字还是我们合作？你的名字。哦，两个字。那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叫不出。没关系。对不起。哎，没关系。两个字。嗯。方。嗯。啊！我们是合作戏剧，我是演你的谁？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交集。对对对对对。我们有同一个戏。方什么？方圆百里，没有了。方欣姐，方欣姐，谁提醒他的？我了，因为我叫不出来，我有点尴尬。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原地，我真的刚刚直接下跪跟他抱歉。明明就合作过，然后也认得出脸，但是我就是叫不出名字。可是其实我也不意外，因为我就是有本身有这方面的障碍，很不会记名字。确定这个小巷子里面有餐厅吗？这里很暗呢，你看，你看，好黑啊！真的有间餐厅，好漂亮，好久不见，哎，真的没有，好开心，哎，怎么啦？重点是我还现在还是觉得很，对，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认识，但我一直很常看到你。你们是有合作，但其实没碰到，是不是？有遇过，遇过，但没有同条线。什么？为什么是你？我以为花甲应该更大。哎，方欣姐啊，不是，哎，方欣，楚源哥，哥，我是哥，你好，我叫大元。大元，大元 ，OK， 我知道。认不出来，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大元。你们有合作吗？没有。你好，哥，我叫小乐。小乐，你好，开心认识你。从小看你的戏长。从小，你好意思吗？大元这个地方，大元在做什么？在机场旁边有很多停车场啊，就是你要去。机场要出国的时候，你就先把车停在大园，然后就有接驳车。我真的没有想到是方欣姐啊！那因为方欣姐你也知道，我都经常跟她，我们经常会对到啊，演情侣啊，演夫妻啊，认识她二十多年呢，从她少女到现在少，还是少女，所以就是
你懂的，就是你知道，我没有说他老了，就是大家认识很久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老交情。我为什么觉得很紧张呢？不是，哎，这好像也是我们，你们算年轻的，你们这算年轻的吗？你们之前，那你们以少年来讲，你们算年轻吗？我们算老的，你们算老少年，因为他之前跟高杰哥跟对，跟高杰哥，我之前跟琼圈姐还有曲哥，琼圈姐也还好，曲哥也是比较老的，哎，我们先站着聊，可以坐吗？这是酒吗？还是？也很开心认识你们，来，小乐，谢谢，接下来要麻烦你们了，不会不会。因为他们俩有经验，几个关系都大了。你们都是第一次哦。因为我觉得在戏外面遇到你好怪哦。啊、我看你从荧幕走出来才奇怪。真的。我们差很多岁吗？没有。你几年制？我八十年制，应该没差多少。你猜猜看。一定要这样吗？哦，七八的。我七十八年。大家讲自己啊，讲自己。我是真的很紧张，真的。我才紧张。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第一次吧？对啊。就是我们已经很少上综艺节目，对。然后这种又比综艺节目又再更残酷，不是更真实，更真。是不是突然没台词？对。觉得应该好像要有台词，但我觉得我们可能是真的不熟。所以如果说这一杯真的换成酒，我可能会快一点。真的可以喝酒吗？好，那可不可以直接？大爷，太好了，下次你就演我女儿哦。可以吗？这个是制作单位送给大家的第一天旅行的礼物。来，好了吗？那我有写上大家的名字。每一次都有礼物哎。哇，这个是黄心杰的啦。黄心杰，我的吗？然后这个是。好了，是每个人礼物不一样吗？什么啦，我的怎么这么实际啊？太符合我了吧？谢谢谢谢，要一个真的很了解我。要一个一个看的，太了解我了吧？我觉得制作单位里面可能有那个我的朋友在埋伏在里面。真的？那我先咯。好，这趟旅程将会让您游历台东各地。我们为鲜少旅游的您准备了一个警枕，让您在车程当中可以舒适的小憩。预祝您旅程愉快顺心，谢谢。哇，很棒哎！舒服哎，对，谢谢，好贴心啊。我强烈怀疑。这里面一定有很多人是我的朋友。第二属元哥，这趟旅程将会让您体验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为您准备太少了，太少了，一瓶红酒，让您可以在这趟旅程和旅伴们小酌怡情。哇，不用点酒了，旅程太快顺心，谢谢谢谢。我觉得啊，适度饮酒是可以提升气氛，但是绝对不能过度。好，那所以我就先喝了。第二小乐，欢迎再次光临的你啊！我们为爱干净的你准备酒精清洁组，让你在旅途中可以随时维持整洁。预祝你旅途愉快顺心，谢谢。我这是大眼，胖的哎！我看你的，你就只有这一瓶吗？没有，我还有一个四十斤哦。没有，你这个要拿出来，不然爆账了。要拍到，这大家要一起用。好，还有一个对组合了，组合一个干的，一个湿的。哎，我的，哇，你看，制作单位也太了解我了吧！竟然是叶黄素精华冻，而且这次是强化型的，这个很好吃，你们等一下吃就知道，跟果冻一样 ，QQ 软软的。我大家也可以一起享用。第二大元。欢迎再次参加花甲少年去旅行的你，为了让你这趟旅程更能体验丰富的行程活动，我们为你准备携带方便的强化型叶黄素冻，让你每一天都能补充精量健康，水量舒适，享受精彩的旅程。哎，哥哥怎么样，这么 surprise？ 很想你哎。要给我惊喜吗？有哎，哥，我这边有两个好像都跟你熟识的朋友要跟你打个招呼。好啊，好啊，杰哥，杰哥是杰哥，哎，对，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要戴帽子呢？你要去哪里？那刚刚送女儿啊，送女儿去台艺大上课。您的女儿是台艺大，是我学妹。哎，你也台艺大吗？你是我学弟届的，我也台艺大的。你的老师是谁？我老师根本忘记了。真的，杰哥。你在家里会擦好几只墨镜吗？我们去宣传，你就擦好几只。没，他每戴一次就丢掉一只。家里有一堆。啊，来了。墨镜来了吗？哇，摆好的哇！哎，杰哥有一个自称演过你女儿的，他想跟你
跟你挨下子一下。对，演过你女儿很多，你等一下哈，有点年纪了，你可能。杰哥，你演过我女儿，你都忘了，我是方心。你是方心？嗯。不像吗？这也很好笑。不像吗？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就变美了，对。我很开心，因为其实最近也刚刚好在跟杰哥还有彩华姐约，因为后来真的是感情其实一直都维系得很好，然后我们也真的时常会一起聊天，然后我也常常会跟他们报告我的近况，所以最近看有机会的话可能约一下，然后可能连这次方心姐他们也许都可以一起。所以第一天行程到底是谁？谁是那个导游？第一天行程是谁？第一天导游有吧？有先说吧，谁？谁？熟练哥啊！熟练哥不在。我先带你去吃东西了，因为第一天嘛，吃东西一定要。先要把先补充一点热量，之后再开始去消耗热量。好，那所以明天的服装是适合其实短的 ，OK？ 明天湿的应该是不用。会很累吗？很累吗？要一直走路。我跟你讲。你怎么会累呢？我第一个旅程就带你们去吃啊，怎么会累？后面呢？后面吃完啊？那当然是累。你以为钱那么好赚？你以为制作单位是慈善机构吗？对对，也是，我之前都参加过了，应该要有时间。我觉得到台东这个地方，应该主要会是以户外为主。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所以我也蛮期待大家安排的行程。看那个熟员哥的肤色，应该是那种超级晒太阳的行程，但是我本来就做好心理准备，就是都已经来台东了，准备要晒黑，然后准备要累得半死。我虽然是花甲，但是我有一个年轻的心，我比较担心方心姐。像我们也都黑黑的啊，对不对？那方心姐就觉得白白净净的啊，这不是不嫩哦，就是那个压力很大。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啊，所以我会担心没办法跟上他的脚步的。对，哇，好帅啊！学长也太早了吧！早安哦，导游都要听，导游已经在等我们了。怎么样？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昨天没睡好。昨天为什么没睡好？因为我认床。我认床，真的，而且太兴奋了。我妹妹，我睡得蛮好。好，没关系，我妹妹问你。哎，那你开车，你精神比较好，好不好？哦，也是没有，应该本来就应该是我们两个晚辈开嘛。那你没睡好，所以我开合理。我们开车也要有一个目标跟目的地，好不好？好。那今天第一天的第一站，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台东，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台东的美食。好不好？一日之计在于晨，哎，好老派，哎，走，我们现在我就带你们去那个台东最厉害的第一零售市场吃早餐。哦，好，好不好？凯琪啊，是老人坐后面吗？没有老人，这里没有老人，好吗？哎，这里没有老人。好了，那就年轻人坐后面了哈。哎，徐总。不是啦，你又不是年轻人，你去前面啦。我是老人了，我是老人。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哦？对，我是花甲辈的。我们是年次小的坐后面。你不要，总管还没醒啊，把我打醒。总管，我觉得你这个会打，我觉得一巴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被监视中嘛。对啊，而且我们还有前面还有那个电话哦，就他们一直在监控我们电话中，对。但我们还是可以乱讲话，反正他们会剪掉。所以这个实境节目刚开始来会紧张是正常的。没有参与过这种的话，一开始一定会，因为不熟悉，就觉得被监控着，就觉得时间很长了。对，重点是也不知道是谁啊，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录，什么时候不录。嗯，对。但其实实际上就永远都在录，永远都在录。我跟你讲。我们呢就两两一组好了，好不好？那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怎么分，对不对？那我就跟心姐旁边的大圆一组。因为我跟你讲，因为呢这个我比较少跟年轻的人一起出来吃早餐，好吧？你也比较少
又要讲跟姐姐，姐姐，而且是气质这么好的姐姐，对，完全看不出来像妹妹，好，就这么简单。所以是我跟跟大爷，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很有这个台东的感觉，好不好？那因为我是导游，我先帮你们拍第一张的拍立得，好不好？哎，那就没有你哦。没关系啊，你这个就是一个，你懂吗？就是要出发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第一张。OK， 好，这个塞好了，一二三。会不会啊？怎么用啊？这有开吗？会不会？这问大圆就对了。一二三。一起摸电，这张可以留，这张可以留。哎，我要，还是第一张是那个？哎，这张应该不错，对，应该你在前面。好真实啊！我知道他要回电了。好，来来来，现在就有了吧？一二三 ，OK， 有了有了。好吃，有什么好吃？寿司呗。然后这种六种口味，这是我们台湾。这是买小盒。对啊，我觉得我们买一小盒就好，因为我们有很多摊可以买。对啊。先买一盒，等一下反正一起 share 吧，好不好？哥，钱。哎，对哈。钱在你那。哎，我们也要一点钱。哎，分我们一点钱。好。钱。没带。钱在你那吗？啊，这是。哦。很爱演。我没有效果。我是。你知道年纪大，我们都知道你很会演。没有有有时候年纪大，那个触觉没有那么灵敏。来，我跟你讲，这个多少钱？160。我平常都是演大哥了，好不好？应该不用拿，对不对？来，这个事情给你。这个60就好了，谢谢。那你们1000就好了。好，可以了，够了，够了。市场的东西都很便宜。开玩笑，谢谢。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哦，谢谢，哇，谢谢，这个我们台东的那个台东的热情蜜香红茶，谢谢谢谢，地道的蜜香红茶，我知道红乌龙茶是台东的名产，对，没错，对不对？是在地道，没关系，谢谢谢不用那么多瓶了，你这样会亏本的，没关系，没关系，真的，谢谢谢谢老板，好，谢谢你，台东人，可是我是不想拿那么多东西啊，这个稍等，太扯了吧，我们接下来不行，我好好做节目，哎，还有还有。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这一摊了？对啊，我们还要再继续逛下去吗？谢谢。几位一摊就够了吗？对啊。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文文寿司。谢谢文文寿司。哎，好，那我们最后集合的地点就在台北。吃饱回台北。不行不行，今天才第一天哈，所以我们还不要那么早回去。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手工，有一个阿兰米苔木很有名。米苔木，好吧，米苔木好。所以最后会合是阿兰米苔木。好，好吧。这个市场真的很有意思。对啊，你们知道方心姐喜欢吃什么？方心姐就什么都吃啊，不然怎么会？没有啦，她也是有挑选的啦，也是要吃好吃的。哇，我觉得这里真的很丰富哎哦，哎，终于找到一个熟食的，好不好？荔枝茶我觉得这个有蓝，漂亮，那有蓝啊，好好好，你好，啊，真的，花甲少年去旅行，我知道，我都，你知道哈？你看这个节目多红，阿姨谢谢你，很好玩，谢谢阿姨，我们今天来台东玩，好，好，拜拜。你好，玉兰老公。玉兰老公不是卖玉兰花的，他是卖茶鹅的，卖蜜汁茶鹅。对，你有什么推荐的吗？我们的鸡肉，鸡肉，还有一个猪脚，猪脚。那我要猪脚，猪脚好不好？猪脚来，好。怎么样看比较厉害吗？还是说喜欢部位？还是要吃肉的？半筋半肉啊。半筋半肉，那是吃中间这里，中扣。中扣哦，这个就是这中扣，好。好，那我们来一个丢扣，好不好？我发现我们买东西，我们都没有问价钱。不用问价钱，第一天的第一餐就问价钱，开玩笑，直接一只鸡来。现在是我们最有钱的时候啊！后面就开始拜托制作单位。姐喜欢吃什么？我吃那个生鱼片。生鱼片，这边一定有吧？哎，我也超爱那种。我们先找生鱼片好了，因为感觉这边就是，哎，这里，哎，这个吗？这个新鲜的生鱼片。这是可以切生鱼片的吗？是是是，太好了！你喜欢吃什么？鲑鱼尾鱼。哎，我也是。你喜欢？我也是，我喜欢吃鲑鱼。然后想要稍微油一点的，奇鱼姐想吃吗？奇鱼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多样一点。你们看起来特别年轻哎。哦，你第三代了。好年轻哦，你几岁啊？现在32。
哇，真的很哇，看不出来，跟我同年，真的，同学同学。但我也没有一大早就吃生鱼片的经验，我也蛮少这样。对啊，真的，大家都早上就吃。哦，啊，就吃这个，在船上吃，因为其实这样也蛮方便的。多少钱？什么不可以的？不行了！什么请我们吃？没有，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有钱，那我们有难得来，我们才要付钱。对啊，常常来就请我们。不行，你们太热情了，我们这样不好意思。真的，他们是一家三代都在卖生鱼片，然后他们现在还是兄弟姐妹在经营这个店。切的那个生鱼片超厚超大块，后来他就着收了500块，但我们觉得那个价值已经超过很多，对，所以很甘心，对。哎，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八块，哇，这个好有特，这个很有特色哎哈。我想要吃，这个他们应该是会喜欢的。那我买两个够。买两个好不好？好。差不多了，对不对？去跟他们集合了。哎，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哈，也给这位师傅一点点，好吧？好，来，方便一点，啊，方便一点。我本人比较年轻，对我比较年轻，还是他比较？哎，赖大哥，你有看哦？哦，哇，你看，我们收视率很好的，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大哥很红哎。哎，没有了，靠大家照顾了哈。哎。这个我又被吸引了。哎，这个好香哇！这个是现做的鱼丸，是不是？哎，你好，你好。哦，你电视看我。你的电视到底？等一下。哎，我刚刚这样重一摔怎么办？很棒，我觉得很棒。就像你，啊，那这些拢给我包起来。很会做生意。面线糊了，可以吃吗？要不要试试看？好。感受一下，最厉害的是你们招牌是什么？招牌，我们的招牌。那来帮你弄个隐藏版的四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哦，这里有三兄弟，然后你还有四姐妹。那四姐妹的话是什么呀？包含了什么？有什么？托家鹅。哦哇，好基本的哇，要隐藏版要。老板，你开多久啦？三年半。哇，老板，你这个应该是我看过料最多的面线。真的，而且价钱也很便宜耶，大碗才80。我们不能对不起，我们是一定的红条。哎，真的。换血汗钱，对不对？好吃吗？好吃，好吃。所以真材实料换您的血汗钱。对对对对，哇，上电视了。嘿，我们是那个花甲少年去旅行，对，很有名的哦。所以你们常来吃吗？没有，我们是台北来的。哦，你们台北来的，我们也台北来的。我们到处去搜寻罗旺米粉，哪边好吃？哇，这家感觉特别厉害。啊，对对对。哇，还有小卷。Holy！ 厉害哦，真的第一次看到。这真的是我看过料最多。料真的很实在，谢谢谢谢。多少钱？台北来的朋友，我找板。又不用，老板，我们这样来台东怎么？没关系，我们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好 ，OK。人情味最浓。谢谢你们哦，真的是我这辈子目前看过料最扯的面线，最实在。对，谢谢谢谢谢谢老板，拜拜拜拜，生意兴隆。谢谢啊。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买少一点。我觉得我们比较贪心。我啦，不会，不是，我看到什么都想吃。你什么星座的？天蝎。阿兰米还不就在这里？阿兰。坐一下哈，哇，这看起来很厉害，看起来好大碗哦。那阿兰，你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米苔木，对不对？咸汤耶，哦，谢谢谢谢。我们一人一碗哦，很好吃哦，米苔木加哇，它是柴鱼片，还放很多柴鱼，对不对？好特别哦，这个加柴鱼是你们研发的吗？是台东的。哦，台东的米苔木都是加柴鱼哦。哇，我不知道哎。对，你要来一点醋。好啊。哎，你们去哪了？你们根本偷懒，一下下就到。你要不要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买了多少？哎，我跟你讲，我们的东西绝对是怎么样？我们的超扯，真的超扯的，多扯多扯。你们有花钱吗？我们出手很大方。我们完全没在算我们多。你们，哎，我们想花花不到。对，我们先感受一下米苔木。好，谢谢。这也太香了吧！虾醋真的很好吃。嗯。这女孩子超 Q 的，超 Q 哈，很有嚼劲。就
每天都要现做的，对呀。而且我第一次吃是加柴鱼的，对，味道很好吃，很非常非常搭，加柴鱼真的很香，很搭很搭。哇，它的馄饨也好吃，嗯，好吃啊。里面的肉很香，然后皮很薄。这个咸汤圆是三，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三角形的，是糯米的。对，那我再来米油。好吃哎，这是糯米做的。嗯，完全做出来，刚好。好绵密。嗯，那咸汤圆里面的料好香哦，是。对呀。有什么？有冬菇。阿兰，我为了你，我今天不减肥了。哇，不是，我们这四天根本减不了肥。太好吃了，我也不爱吃咸汤圆，因为那个肉很多很，可是这个好好吃哦。你不要是很奇怪啊。我在秀它的皮肉很 Q， 它多长啊？我感觉你是牙齿不好，咬不断。那吃一下我们，吃一下你的这个，这个先快一点，因为这个不能放第三代。第三代了，很厉害，很新鲜的生鱼片。下面这是什么？凤梨。这个是那个鱼软。什么鱼软？我还说凤梨，凤梨，我以为凤梨。鲱鱼鱼软，我吃我儿子喜欢吃的。哪个？鲱鱼。我帮你夹，我帮你夹。我知道。我帮你，我们都也都很爱吃。可以试了。哇，你好。帅帅的，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来这个节目了。听说很呛，听说现场流泪。哇，好像真的有点呛。太好吃了，是不是？好吃，真的好吃，真的新鲜。走走走走走，真的新鲜，大家走一个，真的新鲜。嗯，哇，好好吃哦，我跟你讲，很甜哎，但是他们超甜哎。他们早上就卖，早上他说6:30就开始。对，哇，嗯，基本上好新鲜。我早上是不吃生鱼片，超新鲜。大家都不吃，可是他说这边的人都是这样。其实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好吃，但我对那个生鱼片那一摊就是很推荐大家，有来这个市场的话一定要去买一下，又便宜又新鲜。可以知道他们刚刚原本不跟我们收钱的。哦，真的。重点是我们其实每一摊都不收钱。嗯。我们刚500块呢，你以为这样？后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盒的，我看我们把户籍迁在台中，那我们应该会派好吧，来吃这回烟熏鸡，我跟你讲，感受一下这个鸡，真的太好吃了。我们要多补充胶原蛋白，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想吃筋的，想吃肉的都可以吃，这一看就是越肥越爱，很入味，好不好？哇塞，超 Q 的，哇，每天每一道都好 Q 啊，因为很多这个都会很死。但这个不会，它卤的很好，哇，刚好，可以直接单吃。嗯，哇，这鸡超嫩的，好香啊！哇，还没吃到鸡耶。来台东第一站选这里是选对了，而且我刚刚特别选各种食物，平常我吃最容易干的地方。对啊，我刚也是选，它不干耶，就很 juicy 啊。我觉得你的皮肤比较。好好聊天，不是我刚，他刚刚在讲说这个不会很干的，我觉得。我第一次吃这么多早餐，平常我们可能都会饮食控制，不太可能早餐就吃那么多，但是今天觉得很值得。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常去市场，因为我妈妈有在市场卖东西，东西真的都好好吃。最让我讶异的是，大家好像都就是真的蛮有钱，都不想收钱，很大方，很热情。我觉得是因为市场的就是姐姐们，他们本来就是从小到大都在那边，然后大家都像邻居一样，像朋友一样，外地来的，也就是很照顾这样，所以就很开心。我们刚才已经先了解了这个吃的文化，市场对不对？那我大家都有吃饱吗？有，对不对？超饱。这么丰富的早餐，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刚才热量稍微消耗一下。台东。除了米很有名以外，台东还出产什么？牛奶。牛奶吗？牛奶也蛮有名。应该也有。出路啊。原住民。都有啊。也是。然后他要出产茶。哦。真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呢采茶。哦，我们要去采茶。对。他那里还可以就是做茶的料理。哦。好像可以做茶的蛋卷。然后还有一个，听说一个很特别，叫炒冰，一般都炒饭、炒面，它可以炒冰，对，也是茶，也都跟茶有关。下一站就是去找茶，对，去找茶，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就去找茶。
哇，这边很美哎，哎，很漂亮哎，这一片茶园，好漂亮，壮观哦。你们有闻到那个茶香吗？有，有对不对？有人采过茶吗？我去过茶园，但没有真的采茶。没有采茶，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好好体验一下台东的特产。嗯，那边有一个帅哥在等我们吗？哎，帅哥，好棒哦，真的好年轻哦。你好，老板你好。采茶的人，帮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组茶具，然后竹篓、袖套、袖套、对，那这个竹篓呢，我们等一下。好，绑在各自腰间这样，对，甚至应该够长哦。可以可以可以。我感觉你现在有点在侮辱我们了。绑个两圈，你们一定要绑个，你照你们这样应该是要绑个三圈呐，绑个三四圈，对。然后绑好之后呢，戴个斗笠、手套，那各自挑自己喜欢的。好，对。那我最后一个，试看看，确定一下怎么办。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会把这个布放在前面，对，然后遮阳一样，超级防晒。那要看人啊，有一些人那样比较帅。为什么你那么帅，可是戴这个还是蛮好笑的？对啊，你故意让我跟小乐看起来怪怪的。是，他看起来好时尚哦。对啊，你为什么？是吗？还可以吗？是因为你戴这个墨镜的关系，所以其实采茶需要墨镜，好像是一个时尚的配件，真的。拍一个。采茶之前的那个，耶！好了，装完成了哈，装完成了，准备来去采茶了。一年四季都有茶吗？我们这种海拔比较低的话，一年四季都可以采。哦，一年四季都有。对，好，来到我们茶园里面了。是，因为我们是全面采有机栽种，那所以会比较多一点小昆虫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采的这个品种叫做金萱，金萱茶都有听过对不对？是。那采茶有没有听过一个口诀？什么口诀？一心二叶。哦，对，什么叫做心？这个尖尖的这个芽点，这叫心。然后你的食指跟拇指抓住第二叶的地方，这样，这样一折就起来了。不用上面没有心的，就是被踩过。对对对，那我们要踩多一点，因为你们等一下用你们踩的茶，我们要做后续的体验活动。摘，这种也可以吗？对，这样拉得起来的都是嫩叶。所以这个也是。对，不用用到指甲都可以。不要浪费了。我一个人差不多踩个。三四十片左右，好的，所以两只手一起去采，对。哦呦，这还蛮好玩的。哎，各位茶农，嘿，我有个提议，因为我们都第一次采茶，对不对？一心二叶，我们就是照这个标准去采，采完之后我们再给老板鉴定，看谁采得好，谁采得最差，最差的那个要请其他的人。晚上我们喝啤酒，然后他自费不能用公费，好不好？大家好好采，然后最后由老板当裁判。OK， 好，好，用心哈，用心采。那老板，你可以帮我采，然后放到我这里来。那就是作弊了。没有啊，我在交朋友，不是作弊。老板，我也要跟你交朋友。快点过来这里。哇，你手里的那些，让我看看。漂亮的呢。谢谢老板。借你看，借你看。借我看看。哎，那我可以不用采了吧？好，再采几个。我是觉得再采一下下好了。好啊、这样子，你看。对，没错。所以你二十几岁而已哦。对。那你知道我几岁吗？十八。大元。啊，你听到了。请你。大元，你不要搭讪哦。请你不要三心两意，好不好？是一心二意，好吗？他说我十八岁耶。好了，我帮你更认真的采茶。嗯。我想到一个，因为我觉得这边超级漂亮，很像我平常看广告的那种场景吗？对，很像场景。我们来拍广告。对哈，我拍小乐好了。哎，小乐，拍小乐，哥你要拍我。我觉得你现在这里的角度是最好的。我们一组，你来吧。来，五、四、三、二。有点苦。哎，你们好。我们好了。这么快？太快了吧，哥！我刚刚才一个镜头哎。你一个镜头？你是不是随便敷衍了事啊？我没有哎，我以为他演完了。我要分镜。等一下，预备，开始。啊，看错了。啊！
对不起。OK， 特写，你今天找茬了吗？可恶啊！真的。好，没关系。来来，很难哎。黄欣姐，你拍我好了。我拍你，好不好？好山，好水，好，好茶，好茶 ，I love you， 我爱茶，我爱找茶，我爱茶来找我 ，Yeah，I love you too，Thank you， 来放我拍你，那我要拍什么？随便想，哎，这个哇，这个好哎，哇，真的还不错哦。谁在找我？是谁在找我？是你在找茬，对不对？快来找我啊！可爱，哇，你很俏皮哎！哎，其实还不错，这个台词也很好。你放心，我们今天拍的不会有人在找我们做茶的广告。全部删掉。不意外，我每次就是。很想要像就是方欣姐那种，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很唯美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越想要做到那件事，然后就越照着我的反方向做，谐星担当，搞笑担当。那片茶园真的很漂亮，刚好有一个角度拍到小乐这个镜头，我觉得是很完美。那他的表演也很残酷，就直接把草吃掉。对，我也觉得很棒。然后方欣姐的，我觉得也很可爱，把这个。枯手的茶的这个广告可以演得这么的即兴又这么的俏皮。来，我们来准备验收一下你们采的怎么样？验收的时候到了。评分的标准就是茶叶要采的要够嫩，够嫩。对，那还有茶叶有没有破损？完整。最主要就是这两个。OK， 了解。不是看量对不对？不是看量，我们是重质。不是看刚刚有没有寡诺吧？不是。对对对对。最后聊天的开始。哇，好棒哦！哇，好少哦！踩的其实不错了，哪里棒？踩的其实不错，你这样看就知道。老板，你老板这样看就知道。看老板这个，我发现老板怪怪，为什么丢掉？不是，我突然发现有不好的，赶快把它扔掉。可以啊，那是留着要评分的。换小乐 ，OK， 换我了。对。哇哇！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点的感觉哦。老板仔细看哦，很嫩哦。换我了哈，更好。就这样，量还算蛮多的哦、喔，对不对？哦，很多哎！哇姐，你是八整棵树哦！他真的踩得很认真，因为我认识方欣二十多年，他一直就是一个任劳任怨一个。很认真的人，我感觉你是被演艺事业耽误的采茶姑娘，数量最多的哦，数量是最多的。对，那采最好的呢？你觉得平均下来，照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会蛮喜欢。啊，翠莹，我刚看一看有个诀窍，对，什么诀窍？一心两叶之外，你就重点要看快一点，然后看那个叶子完整的程度，跟它那个颜色是不是嫩叶的颜色？嗯，是嫩叶的就把它拔下来。是这样吗？没错没错，你很会，因为它采的很平均，大部分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我至少年轻的，对。我有乱采吗？没有吧。你的话稍微。比较老一点，对，稍微老一点，稍微老一点。我先说，讲话要注意哦。他稍微比较成熟，有韵味一点点。那老成，来来来，那我的嘞，我的嘞，中规中矩。哦，有一些多少都会有一些破损。这个的话就是，我知道他不用评了，最差的就是他，量有点差强人意，然后过嫩了。哦，过嫩。哦，你太年轻了。老板刚刚也说，他以为我十八岁。对，就是什么样的人会采什么样的人，等一下你不要推我，所以我轩哥有点是最烂的吗？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是我吗？我会选这个，这个为什么？
量又不够，量又不够，蛋液不够，然后又太嫩，过嫩。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就是做人要脚踏实地，不要一直不要想要靠捷径，要好好踩东西。这边大概这边，这边都我踩的。你为什么背叛我？哎，你看，所以叫你要脚踏实地，要脚踏实地。我看出他的心机了。只要有一点点的竞赛的感觉，大家都有这个得失心，然后这样子我们游戏也会比较有趣。我前面想说我先跟老板玩个闹，他会就是偷放水一下，但是老板给完我他自己手摘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想要赢这件事，因为可能我自己也很想喝酒吧，所以我想说反正输可以，大家都可以享用喝酒的乐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做我们的点心了。哇，好凉哦！你看，这跟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要先努力，先苦后甘，先热后凉。刚刚辛苦采的茶，现在来做茶的点心，对不对？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些是要做什么？我们今天有了两个茶的点心让你们做，一个是现在前面的茶蛋卷，茶蛋卷，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茶的手炒冰淇淋，手炒冰淇淋，对，因为天气很热嘛，我们来吃个冰茶可以做手炒冰淇淋，可以啊，当然可以。那就是我们台艺大一起。好吧，那你们我们专炒好，你们很炒，我们去那边炒。好，OK， 那我们就你们，我们这是做炒冰 ，OK， 好，先示范一次，这是牛奶跟鲜奶油，还有一点点蜂蜜在里面，倒进来之后呢，急速冷冻。对，这是什么？这是绿茶。你们刚刚采的茶叶有没有？哦，你刚采的啊，我是先把你们打成末，金萱，对，金萱的茶青，要茶一茶匙就好。对，一茶匙这样，体力活，体力活，这样翻它，翻它，翻它，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结冰了。那我们今天还有准备了香蕉，那如果想要加多一点香蕉味道的话，就想要什么口味都可以加，对，这样加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把水果剁碎，好，把水果剁碎，对，剁碎，好，好，一样去翻它，然后把它压平。已经变成冰淇淋了，有没有？哇，对，而且很好吃。学弟，你会了吧？会了，好，差不多90到100ml。好，好，倒进去，倒进去，这个动作要快，对不对？对。哎，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对吧？然后可以加绿茶，可以加绿茶，对。哇哇，这要用点力，哎，要一定要开始用点力哦。这是我们刚刚采的茶，对，那是刚刚采的茶，然后我们把它打成绿茶汁，上面是那个茶渣，然后下面是绿茶汁。我们等一下都会用。你平常有常常会做甜点吗？不会，我家做饭的都是我老公。看我们拿器具的那个手法就表示就知道不会，真的吗？我刚刚拿的是，对啊，这样比较顺手吗？都可以了，都可以，差不多可以了。这个是刚刚的茶渣，茶渣，对，茶渣也加进去，对，你们刚刚采的茶，哇，好像很像抹茶的那种感觉。对，那把芝麻加进去，加到这里，对，然后稍微搅拌均匀，就可以帮我把手套戴起来。所以我觉得我炒的好像有点丑，这样是对的。现在你的口感会比较蓬松一点点。哦，蓬松。不容易哈，不容易，真的。刚看老板那个动作好像很简单，真的都有他的诀窍。OK， 是不是差不多？我们现在是。你们好了，你们已经好了，你们已经开吃了。啊，我们备料很辛苦哎。好了，那帮我把手套戴起来。很好吃，小心。挑对，真的挑对了。在享受我们的成果了，他们还在准备。耶，谢谢。如何？还不错，好香哦。哦，有蜂蜜味哎，有蜂蜜味，有什么不一样？但你的蜂蜜味比较重一点，对，我刚吃它的有蜂蜜味。因为我注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注入什么？注入你的爱。注入我的认真的。对。你的料比较多的感觉。我来，没有，我来，没有，因为哥好像哥有加水果。哎，我这个火没有。我觉得我的粒子比我的学弟细，你有感觉吗？学长，你的比较刚好。对，我的比较粗。你这有点在炫耀。但是我比较细，比较粗，没有关系，我心细，对不对？倒在这个平底锅大概1/3上圆的位置，上圆。哦，比较倒上去之后，我把锅子盖起来。3、2、1，好，差不多。
差不多。要把它压紧啊，偷看一下。我的很熟，可以了，可以了，我的还没，我快收焦了，我拿手焦尾。好，然后用手指头把它卷起来。哦，都这样卷，卷起来。哇，因为刚刚放太久了，所以有点焦掉。烧焦了啦，烧焦了。马上自己想，还可以做，再做下一支。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那个真的比较难。我的已经焦了啊，焦掉了。姐，你还是好好演戏好。好，我也觉得。我的心得就是不要再下厨了，对，就是不适合就算了，这样也真的是蛮特别的经验。因为平常做菜，我老公通常就会叫我不要进厨房啊，什么就是他弄就好了。今天真的证明我真的还是不要弄比较好。对，蛋卷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做起来没有这么容易耶。重点是啊，要美术，美术要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卷好的话，就会变得很丑。这个我自己吃，这我也想吃看看呢。我也想想吃烧焦的看看。不行，来呀，他要一直留下。就是我们来先吃你们做的点心，然后还有这是你们刚辛苦采摘的茶，所以这是金萱。对，我们直接去做果汁机去打，然后加了梅子跟蜂蜜。哇，加的是最新鲜的蜂蜜梅子绿茶。啊，好好好。哇，好清爽哦，甜哦。它里面植物纤维很多，促进肠胃蠕动。哦，那先吃姐的吗？先吃姐的好。我的感觉像脆皮酥，真的。这怎么一半？好脆啊！对对是。哦，很脆。哎，姐很好吃哎，很好吃。姐很好，姐很好吃。哦，也是。姐，我可以吃你吃。很脆啊。很浓哦。哇，这真的像外面很好吃。真的没有手做过甜点，是没想到他还可以用茶来做蛋卷，还可以拿来做炒冰，原来炒冰是这么有趣，而且真的很清爽。谢谢老板，喂，欢迎你们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去吃个午餐，好吧？然后我这是点心呢，你好好珍惜，因为吃完午餐之后，体验部落的活动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什么有冷气啊，或啊是吗？但是我们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部落文化。好的，好吗？那我们就先去吃好吃的中餐。今天当个原住民。对，我们要学习原住民这种自然天然的这种生活方式。好，那我们走路去。原住民都走路。你不要一直诱导我重力摔，好吗？你接第二次哦，对，第二次。我其实还蛮好 Q 的，我觉得。真的。好了，我们接下来是这个很舒服的行程，我们要去吃中饭。萨利卡卡，萨利卡卡就是这个原住民的料理和日本料理结合开的一家店，很特别的，叫萨利卡卡。饱餐一顿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回饭店睡觉。行程是最开心，这行程也太爽了吧？那是不可能的啊！你不要让我开心一下好不好？我们下午是很有趣的，其实不会很累。我们要开始去体验部落的生活了。哦，小乐会累吗？还好，还好啊。我感觉你开车技术很好哎，还行。哦，所以我就可以安心的睡一下。原来是因为想要接说，也可以安心的睡。学长，请睡。直接打冲！哎，老板你好，我们来，我们有四位，我有预约。哎啊，位置已经帮您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哈。嘿嘿嘿，来，请这边请。我们已经饿了三天了。哎呦，我们的咖喱主要是用原住民族的新香料，跟我之前在日本工作的经验，然后去做结合。是。那我们的咖喱，比方说像这个，它是笋子牛肉咖喱，那里面的话会有马告。那另外我们会用到像巴基鲁，就是面包果，那把它入菜，那季节性的食材。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有准备勇士的咖喱。勇士的咖喱的话，它是用素豆去炖煮猪肉。所谓的勇士就是勇士的肉。以往来讲的话，就是对男生来讲，补充这个素豆的话，嘿，对，因为勇士可能都要去打猎或作战，对对对，是的 ，OK。那另外的话，这个是比较特色的商品，阿拜。阿拜的话，主要就是说，它里面是用咸猪肉跟小米它下去包起来的。那这是高粱吗？这？哎，那边很多酒哎。他们冰箱超多酒，刚好看到。你不要随便讲到这个字。你讲到这个字，我表情会改变。你刚刚直接变的。哦，醒了。Let's go。先干一杯是吧？先干。我喝茶。一杯。
醋，醋，这是醋，这是醋。我喝茶。好，非常感谢大家有缘啊哈。还有味的感觉。那老板来多久？没有，哎，开玩笑，太早太早。我跟你讲，我是因为上一趟来花甲，然后就想到，天哪，我都没很久没有带我妈出去了，然后我就马上带她出国玩。对呀，那我觉得你们都很孝顺。你都没有跟你的小孩去？不是啊，哥的小孩现在才国中、高中。可是你哥可以带他小孩啊。对啊，那哥你会带他们吗？他现在也不跟你们买，他现在拒绝。其实我会想带他们，那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呐、啊。因为我都会说，哎，爸爸这个礼拜六有空了，那个姐姐跟弟弟你们有空吗？我会先问他们。对。那你们上一趟家族旅游是多久以前？哇，都想不起来了。真的很久。连去哪都想不起来。真的有点太心酸了，真的。有了，我知道了。哪里？只是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等一下呢，我觉得我们下午就要去做一些不一样。怎样不一样？这是台东，对不对？嗯。台东就是很多原住民的部落，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原住民部落的，比较接近部落生活的一些。打猎旅行，打猎，哇，这太难了。打猎啊，喝小米酒。其实打猎没有门，喝小米酒。哎，那个晚一点喝，那个有安排。就是我们会有比较静态的，也会有动态的。好，然后也会有你说的小米酒啊，没有关系。对，会有。那这一餐你们就好好的享用，吃饱一点嘛。对，吃饱一点。在那边，我觉得我真的比较体验到原住民的感受的是，他那个也是阿拜。但他的阿拜是用炸的吧？他外面有一层酥酥的皮，他就是糯米包猪肉，然后再炸，有点像好像是原住民自己的粽子，很喜欢那道菜，然后也很有原住民的文化的感觉。那我们现在要去做的呢？去打猎吗？不是要去打猎。我不敢，我想不了手。因为你知道，因为现在好热啊。我觉得我们去体验一下原住民的一些比较艺术的东西。哦，手做吗？对，手做的。然后应该是有冷气的地方。哦耶！因为刚才我们的传统市场也是没有冷气的。那就够了。有厕所吗？有。多少厕所需要？那就是说，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个琉璃。对，就是那个排湾族文化里面有一个琉璃。它那个琉璃就是有那种祈福的那种象征的意思。我喜欢做手工。对，然后那个东西就很漂亮。串珠。它可以串起来。现在又吃饱喝足了。对。好不好？我现在来带你们来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地方。多厉害？多厉害？我也不知道。但因为我想说，现在呢刚吃饱中饭，我们也不要太累，我们就来一点静态的一个旅程。好不好？真的，静态，放心，跟着我就不会太累了。哇！哎，OK，你看，这里就有很多植物。大园超爱种植物，对不对？就很有准备要进入一个部落的感觉。啊，好多可以逛的哟。对不对？这些串珠就是有一点原住民风味。你看，祝福的一个意味在里面，有手环啊，还有项链。那你以为我带你们来这里是要买纪念品的吗？当然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吃了那么好吃的料理啊，我们现在也要来体验一下部落的这个串珠的艺术。哎，我们自己做吗？自己做。耶！我觉得我们只有在透过制作的过程，我们才可以了解他们那时候的心情。这个都不是那么容易。是我们自己烧的吗？对，但是我们一开始不用做那么难的，好不好？我把比较难的部分。就留给你们。目前有做这24颗不同图文的珠子，那你们可能就在这里面做挑选，你们喜欢哪一个珠子？因为它每一个珠子都有它的背后的意义，对不对？对。像你看得清楚吗？我看得清楚啊。我换大一点的给你们看。他说要帮我挑九，可以吗？可以，这个大一点。哦，那大一点。是啊，你把口罩退出来。
帮你挑到，看看你的眼力如何。九神之珠，满足跟欢愉啊，这个很漂亮哈。那我就九神之珠好了，你这个你就庇佑之珠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经常拍戏会到陌生的地方，所以我让现场的人欢愉，你让大家辟邪驱恶。哎，这个好像不错。OK， 可以。不会。那我们想要加，我们等一下过来拿。进火拉断，好，上面顶完了，对不对？换底下这里，很难。交错这里，不简单。你要做这颗珠子，你要去拉丝，它有几个颜色。嗯，比如说我单一色的会比较简单，我说我是像母亲之珠，我只要拉一个颜色；孔雀之珠线条的，那个我就要拉五个颜色。所以我们这个算是简单还是哪？简单。哎，对，相对算简单。好，那我们珠子让它亮亮的离开火温，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看一下，它就是这样子。哦，很漂亮哎。很好哦。好，火放开了。好，好。我不敢动，姑娘，哎，不要翘哦，不能翘脚，对不起。等一下有闪失的时候，你又来不及逃。哦，可是我可以做，就是不一定是要圆形的嘛。哦，可以啊，对，给自己的没做好找一个台阶。好，来，没关系。OK， 好，右手。等一下，老师，我会休息一下。好热，好热，超热，在旁边也是超热的，你在我前面。好，可以，哎，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好，来换人。要不然你坐一起，一起共患难。真的很热，对不对？对，但很好玩。哦，好。外面点了，你都在火里面。哎呀，对，好，进来。哎，没关系。来，这个把它缩回来。好，下一个点。好，外面点，然后再进去。进火里面啦，对，再来。老师，我这样的学生算很笨吗？啊，不会啦，大家第一次都这样，因为大家都一样笨。开玩笑，大家第一次这样是正常的哈。对啦，对啦，所以不用太那个。一开始在烧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在外面观看，然后自己烧的时候才发现超级热，连小乐在我旁边，他已经也开始大冒汗。然后我又要就是专注我的那个琉璃，然后又要点那个点，又很细很小，越点越小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整个人很紧绷。然后我真的做到一半的时候，我手都在发抖，连小乐都问我说：“你还好吗？你是很紧张还是怎么样？”我控制不了哎。其实做这个还蛮有趣，就是可以消磨时间。消磨时间。磨练一下我们的性格。其实我的孩子，以现在的孩子来讲，我觉得他们算很乖了。嗯，对，我觉得我们的小孩都很乖，算很幸运。所以小孩的妈妈也待得很好。对，我家人也是，就是帮我顾他。对啊，因为我们都算是有离过婚的人。不是算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就是我觉得。我感觉你一定。我觉得我不是。一定不是，对。我很诚实。没，因为我们认识真的很久了，认识2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你也很认真在工作，对不对？这也是看得到的。像我看大元跟小乐他们就是比较活泼型的。他们很乖啊，我讲真的，对啊，他们真的很乖。可是因为才第一天，也不知道，之前也没相处过。你刚才有掉珠子吗？有掉一颗。我感觉我越掉越多。你是不想赚了吧？这也是他自己一个地位的象征。学长是。哎，你们坐好了。还没，那边太热了，我来吹个电风扇。我们刚刚有帮你们挑珠珠哦，真的，哎，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可以跟我们那个串在一起的。没有，我们已经串好了。哦，你们已经选了一个。对对对。对，我本来跟大姐说，我等一下再来拿，她说不行，要自己串。哇，你们的环境真的好很多，是不是？好凉快。学长对你用心良苦啊。怎么说，学长？怎么样？你就是要经过这个高温的淬炼。对，这是一种考验。对，像我们以前温度更高啊，穿那个大古装，然后7天6夜，哇，里面都长湿疹了。而且啊，我的理论是这样：你先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未来你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真的。说得很好。
好不好？你现在在做你喜欢的事了吗？我现在这个还我没有很喜欢。还蛮感谢的啊，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没有什么机会，真的会自己做这样子的手工，而且我觉得我们为每个人挑珠子的那个心意，我觉得这是代表了一切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然后我们今天还聊了做爸爸妈妈的心情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辛苦了哈。真的有眼睛有泪，500度到800度，我的腰酸背痛的。现在我跟你讲，就要让你们年轻人去淬炼一下，因为我们以前大概是1000多度，我的淬炼真的，我们以前是1000多度，我完成我自己刚刚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超级有成就感。虽然在做的时候就很累，但看到成品觉得很开心，而且就觉得你看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就是没有那么远，我已经平常够远了，所以就是要做一个不远的。对，这都是自己亲手，而且这个图案真的很像那个心。对啊，清醒的很适合我，漂亮的颜色。体验完之后你就知道辛苦在哪里，然后成就在哪里。我们也是很认真，虽然我们没有500度跟800度，但是我的老花觉得快500度了。你知道，哎，这个我们这个串珠真的很用心啊，对，要很试一下，哇，很有耐心，也快不了，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排湾族的这个他们这个珠都有他们的意义代表，这是我帮你挑的，是是是，九神之珠。对，然后这个是我帮方馨姐挑的庇佑之珠，好可爱哦，庇佑。然后我们也帮你挑了，你们各自挑的。这个你这个勇士之珠是馨姐帮你挑的，但因为我们眼睛已经无法再穿成这样，所以你们自己做的很好。我蛮喜欢，因为这个可以挂在钥匙啊，然后防听说在部落里面可以得到勇士之珠，就代表你对这个部落有贡献，所以他是也有成功跟英明的意思，希望你越来越英明，越来越成功，有贡献，知道吗？之后的车就交给你没有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原住民文化的东西，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些，然后自己也获得了一个，就是姐帮我选的一个钥匙圈，非常喜欢这种体验。其实串完珠，接下来我跟你讲，我们去一个更原始一点的部落，而且真的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树屋，树屋，对，是的，但是那里会比较危险一点点。这个路已经不好开了，对，这里的路好险是，好险是小乐开，真的，没事没事。对，那石头都蛮大，这边的土对，好刺激。你再过来一下，好，好，打字，打字，打字，直接走，好，然后好，然后弯过来看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哦，这真的是台风过后的感觉啊，哦，对不对？哎，他叫你倒退是吗？不是，距离啦，距离抓，这样才能拍得到。这个是开车的人才会懂的吗？也没有，我觉得就是树用这个脑子，纯粹就是你，对。应该说这个是人都会好。我当然是这样。好，哇，终于来了。虽然来有点遥远，但是我们还是到了。哦，今天老大一定是柯大哥，好，来你先做一个鸣枪仪式。我来做鸣枪赛，真枪吗？所以我们要这样吗？大声吗？等一下，你从这个地方哈，是这样。哎呦，这是安全的喜得丁哦，火药。是，等一下变完之后哈，我们再喝我们部落的红酒。阿弥达，布拉库多玛达，等下古山来呢。祝愿爱当古啊啊卡比亚古山丹东姆啊乌尼郎米米桑，这个学弟啊，是乐啊，黄馨姐，还有大人，请你们不要不大人，大人，其实我并没有惊大，不要露出惊恐的表情，我都没惊大，好，我觉得我们就入境随俗，所以我可以鸣枪了吗？哎，可以，我来了，好，一二。Yes， 哇，除了鸣枪来跟上帝主灵打招呼，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敬酒的仪式，是点三滴，点三滴，来敬我们的主灵，敬我们，敬上天，然后干杯叫阿弥伦，敬上天，阿弥伦，干杯叫阿弥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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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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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酋长跟领袖。嗯干杯！要干杯吗？对啊，阿米努呢？一定要，一定要吗？一定要，随意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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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开车，因为他是我们的那个驾驶。对对对，对。好，你不要，你不要。然后我们在一个布农族的那个加油声，我讲独门南路，你们叫呼呼呼，然后就去你们的书，好不好？好好好。独门南路，独门南路，好，去看你们的书了。Yes。啊，等一下，这个礼物哈，是你刚才。哦，那个鸣枪的那个是纪念品哈，黄代表财，黑火药可以当辟邪，可以当项链。哦，在改天你朋友哈要跟你调钱有没有？这个借给他。好，原民会原住民基本法哈，这个可以补助十万元。请他到银行柜台一放，会给他十万元。真的假的？一定是假的。好，来，去看你们的，去看你们的书屋了。你朋友借钱，你寄这个给他，他也懂意思。太棒了，小心一点。好。冷气都帮你们开好了，我跟你讲。还有冷气。对，还有冷气。来，欢迎光临。好原始。先放这，看一下。哇，楼中楼。哇，这很 Q 哎。他们这个真的不是随便的，这里是真的可以住人的。对。哇，很棒哎，太秀了吧。还有木头味，好香哦，天然的味道。厉害吧？厉害，很棒。我们下去进行更厉害的活动。来，来，这是我的枪，你的枪，好。那我们先发子弹哈，是。那狩猎民族哈都有一些忌讳，狩猎枪不管有没有火药跟子弹，枪口不能对的。是，哎，等一下哈会教你们怎么去装 ，OK。你们猜拳，输的跟输的，赢的跟赢的，我们分两队。好，没关系啦，我们就是老的对少的。OK， 好好好，好不好？反正就分两组哈，老的对少，也分三羊跟三枪。来，三羊队谁啊？好，那你们是三枪队。对，等一下哈，因为三枪比较可爱，比较小，三羊比较老。对，等下要射击之前哦，三羊三羊三羊，你的队员要叫咩咩咩，这样。三枪哦，三枪三羊三枪，嘎嘎嘎。感觉好像平常，感觉平常就在讲。讲就到了。来，我们开始了哈。三羊三羊三羊。啊，赢了，赢了！左眼闭，右眼瞄，瞄保特瓶的中间，底下，底下，底下，哦，一分，耶！哇！掌声鼓励，一分，三羊队一分，来三枪，来下一个来，三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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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有没有火力？这样顶着吗？对对。好了，好了，哇，两瓶两分，掌声鼓励。瞄中间，三枪弹，干干干！本来是想说有瞄到就不错了，对，但打到的时候是很爽，就是那种射枪的感觉。上一次有这种经验应该是当兵的时候了，那也好久了。三羊，三羊，三羊，咩咩咩！不要呼吸。三分，没想到自己可以射中，就是蒙到了这样，所以就会很有成就感这样。芳心经常会出人意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他看起来都是讲话很小心，然后什么，可是真的要做到的时候，他是可以。太强了，你怎么会这样子？你们三分，我们现在两分。哦，好好，两瓶呢？我再两瓶。你对我有信心吗？有。不要贪心，先平手。不要贪心，是不是？好，对，我今天学会了，不然要脚踏实地才对。对对，人要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好，来。对对，人要脚踏实地。哎，你是火箭炮哦？那个干嘛？掌声鼓励。这是火箭炮。
现在就是在确定他是哪一边，还是这一下玩一下偏高，给你最后一张，这样吧，掉哪件啊？哇，其实设计对我来讲不会困难。我是第一次碰到猎枪，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枪类我蛮有自信的，平常去夜市都在打那个啊，那叫什么气球的，然后都中奖率蛮高的。但是呢，我一拿起来怎么变成像那个叫大炮，然后大家全世界在笑我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亏，直接跌到谷底，想说怎么回事，我又在搞笑了吗？你这是什么？来顶肩膀，顶肩膀。来，这个左手过来这边。去伊拉克，你是什么的？这样。来顶肩膀。哦。啊，你来手这边虎口，手进去。等一下，我用这杆子拍你，你就发射。这个秒保证你中间。你现在如果怕的话，我们输定了。你就要烤。来底下，底下。我不要烤啊，我要吃。好。三枪。杠。来保证你中间底下一点点。好。两分，零手，上树，至少我们是平手，因为想说小乐打到这么多，我不想要让我的队友失望，而且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那个队呼喊的超级激烈，三枪，杠，超级热血，感觉就是一定会赢，很有气势这样子。Okay. 三枪加油，三枪六分，三枪六分，很明显是我赢了，八分，好，这队赢来，哎，我们刚刚是说干，那你是三枪，我是干，你见地上护马的，其实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去烤肉，好，其实一开始你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一定不会射中的，所以当射中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高兴。但后来我射中之后，又要叫我射箭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哎，我前面有射中，所以我这次应该可以射中，结果竟然差这么远，所以其实是就太有自信，其实反而会做不好。拍谁？我来丢。不过刚刚你射就好丰盛呢。我跟你讲，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获得乐趣。都有体验到是最重要，那就交给你们喽，辛苦了。那我们一起来弄一下盐巴。这个鱼哦有鳞片，对，所以就不用怕它怎么样了。就是哦，盐烤就是可以厚一点的意思啊，是吧？就不要管它了啦。盐，然后翻面吗？那你就我可以先去洗一下手。对对对，好，先洗一下手啊，洗个澡也可以哦，洗个澡也可以。底层哦，先放两瓢，有没有看到？然后呢，这个肉哈，再放这边。哇塞，这个肉看起来也太爽了吧！而且里面有香菇，千万不可以。虾仁、油葱酥，还有五花肉。我们刚才在那边喝的是那个部落的红酒嘛哈，等一下我给你们喝的是微风徐徐。哦，是什么？就那米酒没有套那个那种运动饮料，然后喝起来甜甜，然后看起来很好喝。然后就很快，很快就对，很舒服的微风徐徐。通常哈，第一次来我这边，或是我朋友第一次来找我哈，不能不醉的。我都是一杯为品尝，一手为基础，以香为单位，以吐为原则，以师生为目标。那师生，师生啊，啊以什么为标杆，你知道吗？以什么为标杆？以减速为标杆。减速。朋友们，大家来喝这一杯酒，看谁是新艺人，是不是这一位 ？Yes！ 哇，厉害！有学过心理学？我怎么办？你要站起来喝！我要站起来！哇，你是第一个被罚的，漂亮！来，学长出现，你衣服可以脱掉，这边。在山上没有人看到，不是好多蚊子哎，没有了，没有，八点以后就没有蚊子，我们而且有蚊子啊，八点后会休息啊，没有，比较冷就不会有。奇怪啊，城市里的怎么不这样？看了，因为我跟你讲，哎，因为他今天开车很辛苦。OK， 对，那我是觉得如果肝要不好，就一个人不好就好，不用大家都不好，好不好？好，这边我就干了，我跟你说还蛮大杯的。
好了，所以这个学长不错，掌声鼓励。没有，学弟也不错，我们的强项不一样。对对，那我们是分工。对，好来，来继续。好，来，学弟，你不要再输了，好不好？不可以再输了，你不要再输了，好不好？朋友们，大家来喝这一杯酒，看谁是情义人，是不是这一位 ？No， 是不是这一位 ？No， 是不是这一位？不可能吧！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一直输，也谢谢哥，就是帮我喝了不少。我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会喝酒的人，体验到了原住民的生活，我觉得很开心。而且最后的那个我们一起玩游戏喝酒的那一趴，我觉得非常的自然。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喝酒啊，就是这个酒是可以当好朋友啊。不要把它喝太多，啊，朋友之间的交往就是刚好就好了。现在哈，带你们来部落最高档的投币式卡拉 OK， 投币式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听起来，哎，志博，梁子，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唱歌了，一百块零钱，一百块，帮我们拿过来哈，我们先过去坐。我要唱歌，谢谢。这个就是我们要唱歌的地方。这里，户外，旁边那个包厢，大家都听得到我们唱歌哎。这个算是户外包厢，户外的包厢。哇哇，完蛋，我没听过，真的假的？我也没听过，会不会你唱完了？这些的，有这听过，我国小三年级就听过。国小三年级，你国小三年级，你一定听错歌，一定不是歌手。你很晚读书，对不对？对对对。方欣姐是真的让我吓一跳，唱得非常好，对，感觉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他最一唱歌，我就这样，真的是歌手，因为我后来知道他以前也出过唱片，我觉得他也是实力派的。高三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是唱青少年歌唱比赛。但那时候我不觉得自己很会唱，就是拍戏之后有很多的机会，就是要表演这样子，然后才开始有继续唱，然后才渐渐的觉得，哎，好像自己可以唱这样，对。除了感情以外，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别人觉得，但我自己的感受蛮深的，就是女生普遍比男生成熟。哎，没错，真的。然后呢，女生也比较有智慧。我说普遍，我不说一定。我这样子，其实你不用对着大元说，我们其实没有。普遍很好啊。我说普遍是因为呢，也有男生很有智慧的。对啊。对，但是我是说，也有女生像大元这样子。对，也有女生很单纯。没有啦，这么可爱。我遇到正式的时候是有智慧的。我觉得大元也许是智商比较低，但是呢，啊，没有，我只是在举例。我是在假设，我说陈述，也许是因为智慧跟智商是不一样的事情。对，智慧是做人处事的一些道理。大元是绝对有智慧。对，对，但没有智商。智商那没办法。但智慧比较重要。智慧绝对比智商重要。对啊。其实像我们今天应该算是相处的第三天开始了，其实大家就自然很多了。比如说坐的位置，大家也都知道该坐哪。没有，因为今天我是导游，所以我还是坐服务里面。对，今天是你。我今天是导游，我真的。其实我跟你讲，你当导游，我们真的很放心。啊，真的。我很紧张哎，因为我觉得就是昨天的行程算是虽然累，但是体力活上面已经算轻松。那我今天就是
麻烦大家了。不好意思，今天根本就是我的圆梦行程，就看你表演了。对啊，哥不是说我们难得来到台东了，而且我邀请你们做的事情，你们可能这辈子都没做过，哎，就因为节目做到了。你们平常私底下根本不会去做，重点是还要花钱。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是要平常我在户外活动或是热爱极限运动的人才会做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一开始会恨我，但后面会谢谢我，因为说不定他们这辈子就是只有这一次的体验而已。我是个很随和的人，我都会配合大家，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配合我。吃饱饱，超过50年的老店，你肚子饿了吧？肚子饿了吧？所以我们是吃萝卜泥，不，我们是吃萝卜糕。但它不只有萝卜糕，只是他们是主打萝卜糕。五十年的老店，对，阿荣萝卜糕。OK， 我超爱吃这种老店。我也是，他是常常吃萝卜糕，哎，巷弄美食，但人家吃真的不一样。但我是比较知道阿荣片场了。老板，你好，我们要在这边吃。哥，你有想吃什么吗？是不是应该感觉就先萝卜汤了？好啊，可以啊。我来一个四神汤好了。四神汤，好不好？好。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这样恍神的，真的。因为昨天我是导游嘛，今天我没有当导游之后，我就觉得现在是不是很松？我是旅客，我就觉得我先睡一下。旅客，等一下，好，那啊，其实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要去玩 SUP 逆桨，你们知道什么吗？我上次才玩呢。真的？你上次玩过？对啊，在宜兰。你得心应手啊。重点是我上次，因为我上次第一次玩，等一下可能就烂哦，好烂哦。一直摔，是吗？一直摔，所以你是摔到水里吗？摔到水里，摔水里，就只是掉下来而已。我就是摔了也不会怎样。上次也是因为花甲，然后玩那个宽板滑水，我就觉得，哎，我对水上的活动蛮在行。其实很好玩的，而且 SUP 是我一直以来就很想要挑战的行程。我玩过，你没玩过？完全没玩过。我玩过，我是跟我的小孩去玩。哦 ，OK。我记得我那次玩是我的小孩可以站起来玩，他们可以这样子。我只要站起来之后，我就这样。对，很容易，一开始要抓一下。对。但你可以就是蹲，就是盘坐之类的，这样滑就好。你不一定要站。好。站着其实是比较进阶的。可是你也没玩过，对不对？其实要体验一下。不知道要干嘛的。而且不止 SUP， 今天其实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算是就是完成我的人生清单。SUP 是水上的，那还有什么清单？还有山上的。山上。晚一点再跟你们说。但是为什么我会就是排这些行程，都是因为我觉得除了就是私底下不敢挑战之外，然后我觉得我未来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你也知道生完小孩之后是不是就是你不要一早就让我中一岁好吗？这为什么要？你是想太远了吧？生了小孩这么远？对啊，因为这是我可能就是之后的计划嘛。就会啊，生完小孩之后，你是不是就会就是人生都以小孩为主，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也不一定啊，你看我也生完很久，我现在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所以你会想生小孩啊？我想啊，我这辈子其实生小孩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之前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然后遇到乱流，我吓死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出现的念头是什么吗？不行不行，我没生小孩。所以你是立志生小孩的人，对不对？我的最大的梦想。你这辈子的目标是生小孩？花贵。真的，从很久以前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件事啊。就是他妈妈，我妈不是18岁就生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20岁一定要就要生小孩，没想到现在拖一拖也30好几了，所以就觉得差不多时间了，该生。才希望就是在生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我没做过的事，今天才排了这些行程。所以你这一趟玩完之后，你其实你就可以生小孩。对，我也是这样想，达成我的人生清单的。那你有人可以跟你去生吗？有吗？有啊，最近对，新闻很多。对啊，应该反过来吧？其实应该是，虽然你有这个想法，但是应该感觉上想法上是要觉得说，你碰到了一个你想跟他生小孩的人，要先遇到才生小孩吧？哦，我就是因为有碰到啦。你知道姐什么时候生的吗？我24岁，对啊，很早。但是你是觉得那时候应该还好吧？那时候还好，就觉得就生了一定可以养啊。对，但是越想越多。我就是幸好我没有跟我女儿一直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其实蛮小的时候就把她丢给我妈妈，我负责照顾，我就是在外面工作。哦。但我就觉得，如果我是每天跟她相处在一起，我应该关系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像朋友一样。
如果从小对，你们觉得萝卜糕怎么样？好吃。我刚吃一般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因为一般吃到都是一丝一丝，可是它是很绵密的那种，脆，外皮很脆。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我是少年正得意，走，跟着我们去旅行，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快点！